因为那个原本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有一点紧张，然后后来我们去宣传的时候，第一次都没有人拒绝，可是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就有人拒绝，那你后被拒绝的感觉？就是没有在意他。就是在上街头的时候，就是要有耐心等别人过来。然后，如果有人过来的时候，就向他宣导。第二个是，就是在上 DFC 的课的时候，不要只有自己的想法，也要让别人多想一点。我觉得我在 DFC 的行动方案里面很聪明、很认真，然后记忆力还不错，然后在宣传的时候，我有努力把大声、把音量用大声，让听的人听得清楚。就是感受的照片比较少，去宣导一下。在邀请人的时候觉得很紧张，很紧张。有时候也会被拒绝。OK，上街头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第一次吗？OK，那你怎么克服那个恐惧？会害怕吗？好，可是后来你们访问了20几个人呢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没有访问二十几个，我们团队啊，我们团队访问了20几个人。45个。对，你觉得那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访问之就前。是第一次觉得我很害怕，不想要去邀人，然后都会推给别人。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勇敢面对，去自己邀人。那我自己的害怕不要那么恐惧。那后来成功邀请到人的时候，你当下的心情是什么？很开心。很开心。